白俄罗斯外交部长鲁赞科夫出访北韩为期四天，与北韩外长崔善基会面合照公开，再度让美国警铃大作。미국정부는북러간협력심화와벨라루스외무장관의방북에거듭우려의뜻을나타냈습니다국무부는한국의쿼드실무그룹참여와관련해계속논의되고있다고밝혔습니다美国国务院东亚太平洋事务局七月下旬举行了座谈会，会上副助卿道森提到了目前正在研拟让南韩加入四方安全对话的方案。外媒也爆料，南韩高官今年三月曾对外透露将加快脚步，推动南韩加入四方安全对话。However, we are not quite there yet. Those conversations continue.虽然目前南韩能否加入四方安全对话还是未知数，但对抗北韩的动作不停歇。南韩军方表示将持续对北使用扩音广播，直到北韩停止发送垃圾气球为止。확성기방송은내부정보통제가심한북한에서잘알려지지않은사실들을전파하기때문에북한당국은방송이북한군인과주민에게전달되는것을매우부담스러워하고있습니다外传南韩军方透过扩音广播向北韩播放了外交官脱北以及军人埋设地雷不幸身亡的讯息，用负面内容大打心理战。随着北韩气球攻击越趋夸张，甚至飘到了南韩总统办公室附近，朝鲜半岛短时间恐怕依旧不平静。三星闻时报道。